왔을까요? 1사 대결 시작하겠습니다. 今天清晰度可以，今天我换了一个那个2K的推流，2K，我这个我自己显示器本来就2K的嘛，所以我是可以推2K的。接受主要它本身的这个效果就不错。 Alpha X Zone.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这你妈！为什么做？为什么要画只乌龟上去嘛？不知道呀。啊？他是不是在膈应我们两个啊，孙哥？不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对吧？他感觉在膈应我们，虽然看不懂他在说什么。阿玛尼的JP有实力的，我跟你们说。而且这个选手打得很拼，不能小看这个选手。 선호하는 스타일이 아니었음에도 그걸 자리 오긴 했지만 최근 이제 요즘 들어서 프로토스들이 저그 상대로 패턴이 어떻게 되었던지 간에 관문류로 타이밍을 잡아서 많이 또 이겨오고 있거든요. 네. 근데 그걸 또 박한 선수가 원래 선호했던 패턴이다 보니까 뭐 이제 이전 치어플에서는 이제 그 사도에 대해서 조금 자제를 요청하긴 했는데 그게 아니라 존其实존挺奇怪的，开飞机他又开得很彻底，他不属于那种就是开飞机转地面的。 他要么就开得很彻底，要么就纯打地面。他这开飞机其实有点拉垮呀，他开飞机。开得不好，他的开飞机开得不好。但是我们说韩国选手肯定现在都在研究小黑肉那套，的确很先进。这套打法至少让神族的经济是完全领先于虫族。 重组其实也要改做改变啊，他要做一些这个就是，怎么去压制对方开四矿的一个改变，不让你四矿开那么舒服。这种都无所谓啊，就大家走个流程，一个农民都打不死。 家里面虚空啊，第一个是虚空，那阿玛尼四分钟才放空了。如果狠一点的话，女王不停连防空都不用放。他虚空其实只是为了开矿而已，虚空三分五十秒开三矿。嗯。 다른 유닛에 비하면 공업폴기는 그 스카이 프로토스의 서막을 알리는 유닛에 좀 가깝다 보니까 조금 더 이제 공업폴기 보게 되면 박진혁 선수 입장에서도 신경 쓰이겠죠. 네. 이후에 예언자 준비하고 있습니다. 虚空 3开，然后补一个先知，但这样其实虫族是没有压力的。虫族就是送两个房子，然后一点压力都没有，有时候只送一个房子。 이렇게 되면 원래 최근 프로토스가 보여주는 플레이가 아닌 이전에 패치 전부터 선호했었던 스카이류 프로토스도 충분히 가능한데 이런 부분에 박진혁 선수가 당황하면 안 됩니다. 他走天空了，这个走天空，阿玛尼其实倒不是很怕，因为阿玛尼这个选手是一直以来就是两VS这个流派过来的，这种你抢走天空，其实对阿玛尼来说家常便饭了。 내주고 나면 이런느낌이 좀 있었는데 이번에 또 반대입니다. 관문류가 유행을 하니까 그럼 나는 무관류로 무관에 좀 힘을 주고 있는 상황입니다. 업그레이드까지 진행되고 있고요. 그래서 박진혁 선수의 플레이가 조금 독특한 게 원래 이제 선 공업 근접 공격 업그레이드 해주면서 옴니 위주로 플레이하는 건 많이 봤는데 방업 먼저 누르면서 베이스 자체가 좀 바뀌었거든요. 이걸 박한솔 선수가 당장에 예측할 수 있는 방법은 없습니다.
这实验其实可以把四矿四基地开起来了，对，完全看到你虚空完全没有压力，就这个我就觉得做你的这套打法其实是给不了压力的，他现在生一攻啊，虚空的天空一攻啊，偏偏阿玛尼给你一种我开飞机的感觉，其实我还是走了一波地面，实际上也没什么压力，重组你妈的就暴兵就完事了。阿玛尼这盘选择了一防开是个什么套路啊？这个很少见啊，一般你一攻开可还好一点吧？对呀。적의입장에서빨라서공업과이게좀맞물려가지고광전사가베이스면방업저글링에게별다른도움이이제되지않을거라조합이다갖춰지는게낫죠박한수는네하이브리드프로토스모든체제테크를다올려주게되면서고테크를예상하고있었는데그런게전혀四蛇蟑螂双喷双喷的意思就是他还是要防你一手地面，但中远如果说什么巨象自爆球闪电这种走起来 AOE 走起来的话，你双喷就会就真的被打成屎啊。双喷一点用都没有，他起码一防双喷也有点奇葩、啊、一般肯定是都是攻的、这个、小狗一攻嘛，一般都是你地面跑的话妈一防双喷两防，你要升双喷也，他两防双喷，我他妈的疯了！你升攻的双喷，对不对？这个升级我是真看不懂，说不定他有一些独特的理解。妈升的防是不是要厉害的？有个毛独特理解？你这种双喷，你妈你打得过什么？你告诉我，双喷打得过小黑肉那招？但别人不是小黑，妈那么多虚空怎么会是小黑肉？打得过爆追猎的。정정한운영이아닌올인타이밍을잡는다면박한수좀위험해보입니다지금12초로들어가서견제하고있습니다나와있는병력까지확인하고요눈에가장띄는건업그레이드예요我还本来以为觉得他应该很有经验才对。싸우게되는유닛들이맞부딪힌다그럼적의압승이고이걸깨줘야되는게집장관과분열기의역할입니다오근데땅골망에배주머니업그레이드까지두개한다라는건삼방향을좀물어보겠다라는욕심이있는데요장전중그러니까상대주력중에하나분열기그러니까지금적의입장에서다좋은데요这妈的直接飞女王然后一波啊这过去被自爆球炸成屎没用的呀这有什么用这飞女王一波他是飞女王直接飞到主矿去杀农民是吧然后分矿刺耳骨毒爆冲一波那么有思路这你妈这是什么开局吗这不是已经GG了吗这种妈他有他的理解你别管这妈 Superstar 打出了一招大家都没见过的战术两防流呢两防他妈的刺蛇蟑螂狗打正面然后飞八个女王到家里面去然后重动、啊、然后重动你看得懂我靠哎家里面被插穿了没事没家里面肯定能守住看不看得懂我就问你正面再打一波干嘛你妈的回来叉子又打不过我这波部队凶不凶 Superstar 难道说完了中呀、哎、我靠、啊、这怎么了家里倒是打本来我就是觉得他操作好一点真赢了他操作好一点真赢了妈这台真正的给爷飞我操他操作好一点真赢了现在也不好说现在不好说真的就操作太差了把这自爆球都吃满了我感觉妈的满贯俱乐部啊吃哇吃了加没事加满呀快加呀兄弟哎鱼王也是战斗力啊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加呀他干嘛他怎么不加呀完了这操作也太烂了吧妈的你妈满贯俱乐部的选手哇他妈每个自爆球都是满贯他就这样也打赢了我靠虫洞包夹
我靠，虫洞包夹哎，这个没想到啊，哎，有思路哦。虽然我满贯了，但是干嘛？干嘛我赢了？我有我的办法，我有我的理解。他妈的，这都能打赢？他他妈的满贯那么多都能打得赢？就每个自爆球所到之处都是他妈失衡偏移。主要出兵点被占了，主要出兵点被占了。哎，他操作但凡好一点就是完胜。我这种战术，我觉得操作应该好不了吧，因为他管的东西太多了。没有，你至少稍微拉一拉吧。哪有这种用法呀，正面的都动一下呀，又满贯，我操，真的是所到之处失衡遍野啊。但他还是赢的，赢了，他还是赢的。作文你妈人都傻了，作文他妈真的人都傻了，老子自爆球打成这样都输了，这口水喝下来你们懂都不懂，这就是哥的战术。这个没法懂啊，这个没法懂。昨天你们被打懵逼了吧？这打懵逼了，打懵逼了，这个套路打懵逼了。不，关键是中了太多自爆球了，他都赢了。这个是真想不到。这个两防就很关键，他们说，哎，也有可能两防就让他这个正面硬度就特别硬，那个特别女王啊那些什么在那里一站打打不对，有这个可能性，对吧？他这个两防也是算过的，就刚好是两防好的时候就到了。这可是我 super star 的这个你妈的压箱底的战术，这招就叫尸山血海，你妈的！妈的！尸山血海，尸山血海，牛逼啊！感谢仇老先来我面试不过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这你妈！这招的确屌。妈，尸山血海好像是。那个老头环里面一把刀吧，你妈的十三血，有这把刀的。我们作文绝对懵逼了，他绝对没想到炸了那么多都输了。不，刚才不是那个虫洞包抄的话，我都觉得已经打赢了，好吗？对他包抄把这波自爆球吃光了。因为我就有这把刀，所以我知道是有点猛。哎，我跟你说，这个斗鱼他有前几天我在其他的那种吃鸡的直播间嘛，啊，我发现斗鱼有 H265 的这个编码了，真的，他是下一个斗鱼的，就是有些直播间他估计开了这个功能。就是它是下一个小插件，然后你装了这个小插件，你就可以直接开启 H265 的编码。这个技术现在成熟了吗？我不知道呀，我那天我就真的是看到了，那天我还试了一下。那天我还试了一下，真的还可以。不，什么？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啊？我靠！不，反正孙哥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叫我听不懂？那算了，看比赛。好吧，看比赛。孙哥，你妈想强行解释，但是他妈的，突然发现百度没百度出来。毛，老子没百度。没百度出来。看比赛。看这把吧，我觉得尊不要再走这种奇奇怪怪的开飞机了，那么老土的开飞机真打不赢。那接着，其实换句话说，周恩这个，就周恩这个打法，就周恩这个 PVZ 并不强。现在看起来的话，
많은 프로토스들이 그냥 광전사 집장과 막 타이밍 로시 이런 것들로 승수 꽤 챙겼거든요. 네. 박한솔 선수의 그 저그전 다전제 성향상 스카이 프로토스 아니면 그 공명사도 한 번씩을 꼭 섞어 쓰거든요. VC 카르즈 봐. 공명사도의 느낌이 좀 네. 많이 나요. 방금에가 조금씩 말씀해요. 没有，我跟大家说这个的意思是我们准备这个前两天我还跟那个斗鱼的人在说嘛。 我说你们有这个技术了，那能不能在我们战队联赛里面也用一用？这样的话，这个你在同样的清晰度里面带宽，可以便宜一半嘛，那不是挺好？对，那倒是。引刀啊，妈怎么那么土的战术都拿出来了？这个走地刀啊，这第一最快时间引刀。因为之前我们不是要推四 K 嘛，我之前想推四 K，然后他斗鱼跟我讨论那个四 K的问题，我就说四 K， 我码率说不定要推到两万，对吧？那你如果你有这个 HL65 的这个插件的这个技术，那我一万的码率不就达到两万的清晰度了吗？然后斗鱼的这个他们的技术跟那个编辑又不是同一个人，就是他们超管又不是同一个人。 我跟他们那个管暴雪区的人在说，然后他说他去技术的部门问一问。我没有 H， 这个 OBS 不支持 H265 的编码，不支持这个 H265 编码，所以。 直接防了，就别玩嘛，你全防，问题也不大，那你引刀也砍不到东西，走不进去，这引刀走地刀不可能打得过，打得到东西，可能要被包，还要第一时间，因为他这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对方防了，完了呀，没事没事，反应快，没被包，下面也有防守，没用这个引刀走不到。 干嘛？他要强六这波啊？什么？啊！姐，我操 ！Super Star， 你妈的！这什么东西啊？还有这种打法？我他妈第一次看到这种狗围了之后直接火砸这引刀的操作。我也是啊。这你妈！这不就是 Super Star 吗？ 这个操作可是赛雷肉打都从来没有做出来过的。那按照他这个做法，那以后引刀就没用了。妈的，我根本就不怕，就按引刀有我赶紧狗一围，然后一砸不就结束没了吗？<笑>我还以为人分两线呢。啊？干嘛？啊，不管怎么样，分两线再说。反正今天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操作啊，这个操作的确大家从来没用过。是啊。做也懵逼了，这个赛雷肉打都没用过。 取个名字啊，上一盘尸山血海，这个取个名字，孙哥快点取个名字。这个有点难取，你妈个鸡！这有点难取，需要大家集思广益一下。这你倒没搞进去，这啊这很难打的，啥都没打到，等于。 画地为牢，宝听宝听，这些名字都太普通了。阿玛尼，差不多已经开始怀中暴微杀，你妈的！<笑><笑>这个其实可以，这个其实可以，我有一说。这个好像还可以啊。 这个名字好像还可以哦。所以是直接撕开，但你正面打不过阿玛尼了呀，在这样。他蟑螂狗去往前面续就好了，你还去打阿玛尼一波，你想多了吧？ 他妈就几个兵在这里，你凭什么打阿玛尼一波？这阿玛尼随便干你啊，这个。
就随便干点，你就几个追猎在这里，牛逼啥嘛？阿曼尼其实啊，他又提了防守，他不会又飞吧？谁知道呢？其实没必要飞啊，这盘有什么？又不是没有 VS 的科技的。不重要呀，我一定要使出我的这招尸山血海。你妈十三血海是你妈被自爆球炸好吗？不是你不配合而已、啊、没有自爆球炸吗？你没有自爆球，我是这招尸山血海更猛。好了，双喷这一波顶过去，这拿头挡这波啊！你又没有 AOE， 你怎么打双喷啊？你妈 BG 兵种跟双喷改。四蛇蟑螂火蟑螂，我靠！赶紧转巨像啊！现在自爆球巨像都得转。这盘其实他是用小黑的打法，但是没用。这个要被双喷顶死了。对。你追猎站不住啊！追猎。自爆球有点来不及了。两线都有点打不过，冷静切到家里面他防就完事了。正面顶你压力会很大，你双喷打这个这叉子什么的太厉害了。家里面给个多线，这个多线还可以啊。阿曼尼蟑螂有点不够、哦、但你正面打他，如果真的正面顶过，你正面怎么办？你换家吗？他分一点蟑螂回家，然后就正面就给你顶了，对吧？这个他一定是这样打的呀。家里面其实你也刷，你正面打不过呀、啊、你正面怎么都打不过、哦、他这双喷随便干你。家里面我分点兵嘛就守了呀，这女王带蟑螂。我觉得现在就盾好弱啊，核电站也没打，顶着核电站跟你干的。你这时候引刀他也防了，就是你点我房子然后出引刀，我后续的蟑螂只要刷上来你就没了。对，现在就等他等后续的蟑螂，他不急，因为你全是这个 BG。 要不跳脸，要不跳脸，跳脸就没了，他后面蟑螂接上来了。看自爆球，来了，尸山血海来了，传说中的尸山血海来了，妈的，又是满贯，阿玛尼自带满贯，真妈，哎，为什么？为什么他妈的这只要过去就是都至少是两个火蟑螂是吧？不重要，越战越勇，看到没有？顶过去，往死里顶。有没有 CD 的吗？没有 CD， 有 CD 估计还要中一个。又来了，又是满贯，哇靠！这阿玛尼你妈的！这个他妈的，这个自爆球绝逼他妈有吸铁石，我靠！阿玛尼，我靠你妈，这自爆球！来吸住了，动都动不了。不是这种自爆球中你妈的神仙难救，昨晚都笑了，打他只要出自爆球就好了，爽的一击。下面这个教练各种跟他说，你只要出自爆球，出自爆球，他你妈必中，你炸出去他就接。对吧？你只要炸出去他就接，炸出去他就接。哎。那阿玛尼他们这个对付这个牌子是什么牌子？那个有个鸡的那个，我记得以前法国队就是这个牌子。你看他左边那个鸡、这个，对，反正法国队就是这个牌子啊。运动品牌，应该法国的运动品牌。对，这个是个什么牌子？有没有知道吗？法国队我就记得就有这个鸡。金鸡。金鸡体育他们说、我就记得以前法国的好像就是这个牌子。说明他们对付还有这种还要找这种坦的赞助吗？那说不定自己买的然后自己印上去的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嘛？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自己买了自己印一下就好了。Alpha X Zone。好了，看这把了啊！他们说周恩长得很像月夜风，那也不像吧？这哪像月夜风啊？不像不像。这图是好久没有见到了。就不然你看黄金矿。哇，还有小姑娘在这里看比赛，她爸爸带她过来的应该是，对吧 ？I love this game。其实韩国的这块的就是用群众基础还是很好的。那不废话吗？对，是有个小朋友在这里看。韩国的很多电竞选手，他们现在的电竞选手就是曾经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看着博克斯他们打比赛长大的，都是第二代了，对吧？对，很多都是这样的。骗二代，不，孙宁他们这种出来都是电三代了，好不好？啊？为什么？不是，相对你来说是这样的吧？我就说他们其实是第三代或者第四代选手了，就是那种，对不对嘛？就他可能，比如说孙宁，可能看着就是现在的选手长大的嘛。哎，对，那倒是，是不是嘛？就他看着比如说他就看着牛牛哥哥他们这种选手长大的，可能都没有还牛牛哥还要小一点的，因为孙宁现在年纪还很小嘛。选手五年一代是吧，差不多吧。이제지금어공명사도학교있는데지금로공이올라가고있고요과연예사도를찍습니다예그래박진우해설위원의말씀과정반대这把 VR 开了，看透了，你妈的，这把直接一会儿自爆球，我靠，先 VC 飘一波使徒。他应该是一个对使徒接自爆球，主要是这个图没有开到黄金矿，阿玛尼有点伤。阿玛尼侦查到了。这张图叫什么来着？黄金墙，这张图叫黄金墙，对对，这张图其实挺飘逸的，就有点像黑色燃烧，有点像，但是开矿不是这个开法。Clam 墙，对 ，Clam 在这张图上非常厉害。牛牛哥哥退役中国星际怎么办啊？那应该就都打不过了。哼，牛牛哥哥退役的话，哎，那中国星际真没有新的人打得过了。因为你要再出一个新人能够赶上牛牛哥哥这个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付出的练习量太大了。对，这个倒是没有江山代有人才出，就是中国星际可能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打得过，后继无人了，已经打得过这些国际选手了。但也有可能以后会有一个新游戏嘛，对吧？新游戏又是江山代有人才出了，但在星际争霸二这个游戏里面，我觉得没有人再能代替牛牛哥哥的位置。不是奶了，是真没有。是你要知道，要练到牛牛哥哥这个水平，要付出多少？现在怎么可能还有选手在《星际争霸二》这个游戏上面付出那么多？这个是不现实的。当然，未来如果新出一个新的 RTS， 比如说《风暴之门》，它如果火了，那肯定会有年轻的新一批的选手成长起来。但是在《星际争霸二》这个游戏里面是不太可能会有人的，因为他现在付出那么多，他得不到那么好的回报。
毕竟星际二也是个老游戏了嘛。对，你十几年的老游戏了。风暴之门不行，那就你就只能等下一个游戏，下一个 RTS 游戏，也许会有中国新一代的年轻选手能够站起来。好了，做你就识破了阿玛尼，只要自爆球就行了。빠져 나간 걸 느꼈음에도 그래도 병력을 한 번 더 눌러줬습니다. 이건 自爆球. 결국 공격적인 플레이 한번 해야 돼. 다시 한번 아마니 怎么 来 防 아, 저 自爆球. 들어봐요. 기회가 되죠? 맞아, 看到了. 看到就 看到呗. 反正 他也 吃 自爆球 吃惯的. 인프라까지 확인하고 있습니다. 이게 보인 될 것 같아요. 너 니 看到 看到 好了. 병력을 꾸준히 찍어. 요 시티에스의. 타이밍이 늦기 때문에 가야 되는 게 맞는데. 균열기 나온 거. 错到 没 什么 错了. 특히 바퀴 신경제 구성도 안 됐거든요. 아 그래서 이게 진짜 뭔가 꺼림칙 할 것 같아요. 가긴 가야 되는데. 네. 아 저 분열기가 너무 무서워서. 어 그래서 바퀴를 지금 더 찍고 플레이할 거라면 신경제 구성까지 기다려서 그냥. 아 라이라 칸 시디에스 아. 한 방에 끝내야 될 것 같거든요. 네. 양방이요? 병력 계속 짜내고 있습니다. 다 这波第一波肯定是炸农民区的，不可能去炸兵的。 네, 오래 잡아가지고 뮤탈리스크로 넘어가겠다라는 판단 아직 못 하거든요. 아마니很聪明啊，冰绕出去换家吗？是。还行啊，还好，没有炸到太多啊，地震。其实打阿玛尼是不是对自爆球有恐惧嘛？现在。不，刚才看到对方自爆球，你就怎么都不要管，你就所有的狗蟑螂去 A 他三矿，妈个鸡的，让你骚。지금가산이조합덜갖춰졌고업그레이드기다려두고요네어이거좀빼正面就一点使徒点追猎而已。11시에빼놓은저글링바퀴가앞마당을급습하고막본진장악하는걸노리고싶은데박한솔도뭔가이상하죠경력저는是直接农民都没补的해서찾아주는플레이아这个抓到了吗运气有点好这阿玛尼有点背啊这种地方都被抓到一波兵啊跑不了蟑螂送了狗跑了呀哎，不会狗也中吧？他妈这什么东西啊！他妈怎么狗都能中自爆球啊？就做你现在已经发现了阿玛尼的弱点了，就只要出自爆球稳赢呗，是吧？只要炸出去，你不管，你就炸出去，他总会接。尸山血海又来了啊！他妈难道传说的尸山血海是不管输赢不重要，他妈重要的是自爆球要吃吗？是这个意思吗？终于躲了一个，上面来了包夹，包的还可以，还可以，这还行，没有中太多，没有中，还可以。十三血还没有引发，但是这个自爆球还是有炸的呀，马上又有炸了。哎，自爆球点一个漂亮，那追猎有点多，他的狗全部被使徒清光了，还有三个自爆球呢，有两个有炸，马上要炸了。马上要炸了！哎呀！哎呦，还有一个，他逼你走位，会不会再中一个满贯？还有一个炸，感觉没有了，没有炸，炸完了，马上有了。要等 CD， 但追猎数量很多啊。马上有了，妈再中一个满贯，阿玛尼又没了。只要中一个就死，不中都很危险。没多少兵，完了！哎呀，还好，没有，这个妈往后退，在军毯上还是难中的，好不好？好了，他直接顶上去了，再来一个自爆球，封路，拉开，漂亮。可以这个，那么你早点这么拉不就好了吗？但还是打不过啊，那么多追猎。对他自爆球一直死不了，现在就不停的可以给你搞打穿了。他妈的自爆球也没中也穿呢。没了，打穿了。阿玛尼打穿了。输的好可惜啊，这盘不就没实力啊，说白了这是真没实力，没实力，这个阿玛尼是真的啊。坐下上去跟大克打了啊，过一会儿坐你才知道大克怎么包自爆球。教练又来了、啊、这个 PVZ 我真不觉得很强，一般般吧，就是平平稳稳的打的。要去找一会儿上去跟大哥搞一搞就知道了。
선수 입장에서 상대적